大家好，我是老叶。今天是我骑行西藏的第15天了。昨天晚上睡在这边，本来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吧，就是这边面都是遮住的，然后也有一些保护，然后那边是国道，汽车是比较多的，就是这种大货车的特别的多，就是来回的。也不习惯了，在海南岛那边是很少很少有这种货车，非常少的。然后到了广西之后呢，这种货车是非常的多的，然后也是没怎么睡得好。昨天晚上就是一直下雨，下到早上的4、5点钟才停掉吧。现在外面已经停掉了，然后又起雾了。这边呢，确实是比海南那边冷很多。然后我穿了这里有一点起鸡皮疙瘩了，今天可能要穿那个外套了。本来呢，昨天是就是，假如没有下雨的话，我就是在那个他们那个老街啊，北海老街啊，就是好好的拍一下，里面也有一些清朝的一些遗迹吧，就是清朝邮局啊，还有清朝的一些古迹之类的，也是比较多的吧。由于下雨的话，我就没有去拍了，就是简单的稍微拍了一下。这个雨下的确实有点挺烦的，今天还是有雨。我今天要前往钦州市区吧，去买一个手机支架，然后那个手机支架前天要在那个海口那边丢掉了一个宾馆里面。这雨吧，虽说也不大，但是这下的确实挺让人揪心的，挺糟糕的。我现在是披着雨衣在骑啊，碰到一位广西的骑友，他现在正在做早饭，也是青椒肉丝，打个招呼呗，哥们。嗨，我是朋友。他是骑三轮车的，这个应该是改装的吧？不是，老的就是这样的。哦，挺好挺好。只能说是题目上面可以那个可以走，一旦有烂路啊，那种泥泞路啊，即便是有一点点上坡的话，都需要往前推，推对吧？因为你纵深的一旦在前面在的话，前面对。它这一个连接车立马就抬起来了。你这个是骑平路是比较轻松的，非常轻松。也不行说，因为它轮胎比较小。我试过尝试推着走的话，还拉着一些。其实你可以改装一下，改装成我那个，就是变速的，那就稍微好一点，可以改装的。原计划我是准备徒步的，因为我是什么腰部各方面都腰间盘突出对吧？背包的话，我觉得要。我真的吃了，尤其是环线。在那个乌镇就吃了那个包子，虽说不好吃，就也就吃了一点，饱了饱了。要不要训练来？不，哥们哥们，你自己吃，我真的吃过了，真的吃过了。不，真不麻烦，哥们，你不用找，你吃吧，我现在哪里还能吃得下？你吃。这哥们是和我同路的，都是去西藏的。他昨天晚上坐在这个交通警察这边，这里安全系数是比较牛逼的，不用担心的，就是吵了一点，在国道旁边。这条路像不像一幅画？广西的风景还是挺美的。我原以为是一进入广西之后，它那个山啊就可能会特别的多，然后爬坡特别的严重啊。以我现在走的路来看吧，我现在是靠沿海啊。那个就是坡度也不是说特别明显，就是一些小幅度的起伏路吧，也不算多吧，就是大货车多了一点，特别多特别多，一辆接一辆，一辆接一辆，它就是不停。这个比较头大。昨天买了一个
广西的芒果吧，就是这种芒果和普通的芒果不一样，它是有点椭圆形的，就是平时那种就是像蛋一样那个那样的那种，这种是我是第一次见啊。老板说这种芒果就是它的味道就比较的结实一点，那种长长的那种呢，它是比较细软。我尝一下味道啊。也是酸酸甜甜的，就是肉质口感比较紧致。雨中骑行最能磨练人的性格，这雨是越下越大了，它能使你的性格就是平静下来。你想发火，你找谁发去呢？对不对？现在距离钦州市区还有25公里。